怎么会有一台糖果扭蛋机呀？ Hello Hello， 我想要来试试看，看会不会扭到番茄口味的糖果。转转转转，哇，真的有，是芒果口味的耶！草莓姐姐跟番茄姐姐要带大家来扮扭蛋机器人，转一转会有什么有趣好玩的惊喜呢？等一下就知道喽。扭蛋机器人要准备的材料有：纸箱、布织布、软水管、水管、绳子、扭蛋壳。悠悠玩创意，自己动手最 easy。大家好，我叫菲菲。耶、yeah, ，看到菲菲超开心的。今天菲菲你要变身成很厉害的扭蛋机器人。所以机器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噔噔强壮的身体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可以拿一个很大的纸箱。接下来请番茄姐姐来教我们这个扭蛋的机关吧。好，所以呢我们要准备这边有很多的纸板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圆圆中间一个长长的洞呢？做成梯形，先把它塞进去，会咻，哇，这样就可以像个开关了吗？对，但是呢我们要加它的厚度，这样子呢才会更好转哦。好了，但是呢后面要再加上这个用完的胶带，然后呢一样也要把它粘在上面哦。我们先把它扣起来，完成了，我们只要再着色就好了。把手做完了，我们就来组合看看。好，菲菲请你帮忙。好，那我们先暂时拿一个挡片把它固定一下。好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哦，可以耶。所以扭蛋机就是你转转了以后，然后会有怎么样，扭蛋跑出来。对哦。接下来我们要做机器人身体里面的机关呢，那为了可以让小朋友穿在身上，我们就要做这样子的背带。那背带我们可以利用透明的水管，所以我们就这样子立起来，可以手穿过去。那这两旁呢还要做两个水管的套子，然后总共要做两组，这样就会有四个支撑点。那有了支撑点以后，就可以做出扭蛋机的盖子咯。好，既然可以的话，我们就要来做扭蛋机器人的衣服咯。接下来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准备一个很长很长的红布，那这个红布要210公分长。其实呢，这就是我们纸箱的周长，就要这么长，要一样长，把它像折棉被一样这样子折起来，这样，在这个接缝处呢，我们要把它粘起来，变成一个很长很长的红色圆形。我们要来把它做一个抽绳的部分，所以要准备一条红色的绳子。好，那请番茄姐姐先把绳子留大概50公分。50公分，好。对，有吗？大概这样吧，差不多50公分。好，那这50公分是要留着的，不能粘。然后我们就从这边开始，好了，开始粘。那我们要像盖棉被一样，请菲菲帮忙，因为很长。先夹一个小夹，小衣夹，小衣夹夹起来。你要用粘胶把这里粘起来。那最重要的是不能把绳子跟布粘在一起哦，这样等下就没有办法伸缩，对，没有办法抽绳了。好好，请粘，小心啊。好，然后它可以这样子抽，主要是可以这样子抽，你看，那就可以像一个布袋一样，真的拉紧，好吧，这样就表示没有问题。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红布粘到纸箱上面喽。菲菲，看来我们只能唱首歌帮他加油了。你有听过粘纸箱这首歌吗？有这首歌。粘纸箱，粘纸箱，粘粘粘粘粘纸箱，粘纸箱，粘纸箱，粘粘粘粘粘纸箱。好像快要完成了。对啊，其实才走1/4。衣服完成了，但是要提醒大家，这边要记得剪出一个洞，这样子呢手才可以伸出来哦。再来，我们要来装饰我们的扭蛋机咯，要把刚刚做好的扭蛋机关粘到上面去。所以现在后面要先贴好胶，
然后呢，菲菲是你的工作了，请把那两个洞戳开。等等，好胖哦！不，完成，好有力啊！好，那我们把它这样子对齐，这样子就可以粘上去。OK， 好，那在你刚刚的那个开关，你也把它组合上去吧。粘上去。那别忘了，还要准备一个环。那请番茄姐在里面帮你固定。好的，没问题。从里面帮你扣上，完成。OK， 好，菲菲，你觉得我们的扭蛋机器人还少了什么？扭蛋，扭蛋来了！好哎，请选一个你们最喜欢的口味。我想要夏天最喜欢的西瓜口味。那菲菲呢？草莓，草莓口味。好，那我们帮你上胶，那你可以粘上去。好，这样。好，要小心哦。喂，好的。就把它粘上去，看你的草莓口味。那我要番茄。你要番茄口味。把扭蛋装饰完之后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再加上这个盖子。所以呢，我们需要用到四根水管。好诶。现在要请菲菲来帮忙，放在这个四个洞里面，然后用转的把它转进来。小心。好，那你可以借我一个，我们四边一起。好，这边我们有留四个水管的孔，然后只要对齐把它放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高度大家可以自己调整，很方便哦。老板，请把你的招牌贴上去吧。所以，请问我们今天的扭蛋机卖的是什么？糖果。好诶，所以我们的糖果扭蛋机完成。我是菲菲机器人，耶！那我要来扭扭蛋，看看会不会扭出来哟。好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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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出来了！番茄口味的耶，真的吗？哎呦，来打开，真的有糖果在里面呢。对，好，那换我，换我。你想要什么颜色？希望我可以扭到蓝色好了。蓝色。的糖果哟，好哎，所以今天我们完成了我们的糖果扭蛋机器人，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也可以在家里面试试看哦。所以悠悠玩创意，成功！大家好，我是梅花鹿哥哥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下订阅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内容，也可以看这里。